主料：青豆50克，紫玉米50克，山药豆50克，蛋清100克，胡萝卜粒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黄豆酱2勺，橙子1个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食材，将山药豆煮熟备用。将蛋清放到无油无水的容器里打发，加入少许淀粉拌匀。不粘锅放少量油，将蛋清糊快速翻炒一下，即可出锅备用。锅里放油，油热后青豆、玉米、紫玉米、胡萝卜粒翻炒，加入青和黄豆酱继续翻炒，快熟时加入山药豆炒匀。出锅装盘，将橙子切片围边装饰。成品，烹饪技巧。打蛋清的容器一定不可以有水有油，否则打不发。炒蛋清糊速度要快，一定用不粘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